即係國務院金融穩定會啊，又或者係甚至係中國指數研究院俾嘅啲客觀數據咧，有的而且確睇到咧，好似個氣氛改善咗嘅。啊，咁但係就當然啦，即係你話盤數或者啲中間嘅債務問題咧，就未完全改變過，或者係叫做咧大幅地改善咧，呢、這個就。